魔法生班长抽抽乐。108年学年度八斗国小金鱼班模范生，请得奖者林颖上台，也请我们的校友颁奖。为什么我是校友？没事，你说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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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颖经过了所有人的投票显示，他就是今年的模范生。再去飞走。家长会礼物。好像说我的叽叽叽叽，越来越轻了。模范生礼物。请我们可以请那个请摄影师帮忙拿模范生礼物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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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校友。模范生奖状，认真学习，表现优异，特颁此状，一支鼓励。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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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。你在干嘛？好，请我们的校友看的。还没，来握手，握手。好，好，好，来。请我们的。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。换这边，换这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等一下，发表。你在笑什么？专业点，请得奖者发表感言。恭喜！请校友和得奖者和我们一同拍照。先发表啊，要拍照呀。假装假装拍。为什么要假装拍？真的拍就好了。对啊，为什么你要假装拍？为什么你要假装拍？姐姐，你刚才脸有没有撞到？啊，没有哎。好，预备备。OK。爸爸，你不能跳了。有这么不专业、啊？对啊。哦，这次你麦克风。大家帮我拿去。Bluetooth mode。你这是 Bluetooth。快点！什么声音？恭喜得奖者，耶！也谢谢颁奖者。
等下，这个你们都站太开了，拍不到啊。拍别别叫，不要拍到我了。请我们校友赶下台。快快点，妈妈说都要拍到。哎，快点结束了。恭喜得奖者，也谢谢颁奖者。下来，请。下台。得奖者不用发表感言的。老大。好吧。请得奖者发表感言。昨天拿到三个礼物的时候，你同学有什么表情？很羡慕的表情。很羡慕的表情，那有跟你说什么吗？有跟我说觉得你很好，有三个礼物。他们只有几个礼物啊？因为他们只有两个儿童节礼物而已。哦。接下来要颁发的是108年学年度钢琴九级考试，请颁发者校友，也请颁奖者，也请得奖者玲玲一同上台领奖。来换自己换猫咪，猫咪来。那是升旗歌吧？颁奖放什么的？噔噔恭喜奖状成绩单跟那个证书分享是拿过来。哎，模范生你好，来，这是你的成绩单。这是我们给得奖者玲玲的礼物。你的成绩，等一下还有成绩单呢，握手。这是手。一般人家握手是用右手，好。然后握手就有困难的。恭喜！小心不要跌倒了。不想死。证书拿过来，整盒拿过来，不要崩盘。那再换我们玲玲第二个的奖者。这是证书来，礼物，证书。好。哦，这样才有感觉嘛。人在做天在看。不要老插到去。好，那我很开心，因为得到了证书，然后呢，我的九级也通过了，然后呢，我看到这个奖牌不是它是走完证明的奖牌。好，总之，谢谢大家。经费有限，懂不懂？现在是防疫期间，好，谢谢。